全部都加速往前来推进。关键的时刻，许继荣敲出了一支亲内的二垒安打，三分入袋。所以廖瑞磊没有办法把满垒这一关给守下了。反正你觉得这个真的尽力了。接到的话真的就是歌超级有劲，战歌再起，这样终于是摆脱了前一次他满垒没办法进攻。这个球其实需要在高的位置去考验打者的挥棒速度。我记得在廖瑞磊上来的时候就有提到，需要看谁的是他投的快，是挥的快。对。二垒上的跑者回来是不成问题，张桥这次的华丽 sav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城新生，新的球季要开始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请锁定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订阅起来，记得开启右侧的小铃铛哦。